再往苗栗走，民进党的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来到头份举办团结造势晚会。尽管今天晚上现场是大雨滂沱，但是民众依旧热情不灭。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也冒雨相挺，呼吁这选民集中选票，终结黑金政治，一起翻转72年蓝天，迎向新苗栗。徐定真，当选！徐定真，当选！定真，定真，定真！当选，当选，当选！大雨滂沱，支持群众热情不减。民进党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24号晚上来到头份举办团结之夜造势晚会。苗栗的黑金结构、派系纷争以及财政黑洞，让苗栗永远在悲惨世界中恶性循环。而这一切当然跟苗栗72年来没有政党轮替有密切的关系。高喊终结黑金，守护苗栗。徐定真选前30小时万人大会师，决心入主县府，气势如虹。只要有心、有能力，定真绝对可以让苗栗县的财政转亏为盈，让头份经验变成苗栗经验，好不好？徐定真信心满满，要翻转72年蓝天。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顾庄。这一次的苗栗县长选举，不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选择，是青年跟黑金的选择，是派系利益跟苗栗未来的选择。所有希望苗栗更好的力量，不要错失了改变苗栗的机会，就差你这一票。支持会赢的徐定真，一起翻转苗栗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定真，定真，定真！苗栗，加油！苗栗，加油！选前最后一里路，政府元首冒雨合体吸票，展现中央地方团结一心，希望能够成功改变成真，迎向新苗栗。记者高玉丽、赖文良、胡杰伦，苗栗报道。